是讲到那个是11月23号，因为12月我们讲的不是这个题目，是跳开，我们讲那个平安夜的，可是你回来，平安夜的那个世界大战的那个一些故事嘛，哈。那现在我们回来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啊，那我们等于要把亚伯拉罕的东西呢做最后的一个 wrap up， 就是一个总整理。那亚伯拉罕呢？从神领受三个祝福，因为他面对神的三个挑战。那亚伯拉罕呢？他不是理想人物，我还要强调这一点哦。圣经不掩饰。那一般来讲，一个伟大人物呢，历史留下来的都是歌功颂德，就是把他的好的一面写下来。那他的阴暗面一般来讲是隐恶扬善，这个是一般的原则。那如果是那个政治人物就更是这样。那你要了解政治人物的黑暗面，你就必须要去读拜官野史，就是不是正史，就是因为正史是领政府的薪水，他就会对现在的政权会歌颂，这自然的了。那了解亚伯拉罕呢，在圣经里面却把亚伯拉罕的软弱的缺点里面都很诚实的表达出来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在你读任何人的传记当中，如果可以看到那个人的阴暗面或是软弱的一面，那一本书的可信度会比较高，因为他有带着批判的这个态度来看。那我个人觉得，再伟大的人还是有一些遗憾，有一些缺陷，没有完美的人，没有完美的，只是要不要呈现而已。那这个我试着把亚伯拉罕的缺点提出来。第一个，他骗埃及法老杀他为其妻。那这个事件呢，圣经有写下来，就是说他为了自保，因为古代呢，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如果发现她有老公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老公杀掉，这样就可以把那个寡妇娶来当老婆。在圣经最有名的例子是大卫，他是国王，他发现一个漂亮的女人，想办法，他没有杀他的老公，他是借刀杀人，他更高明，让敌人把他的老公杀掉，所以他变成一个安慰为国捐躯的这个爱国勇士的这个遗嘱，照顾遗嘱，照顾到一个程度，把他娶来当老婆，他是这样子。那亚伯拉罕呢？他有这个危机意识，他知道他老婆很漂亮，所以呢，他就跟他老婆商量：，咱卖公，你是我的老婆，好，因为他们是近亲结婚，所以他们有双重关系。一个是表妹，一个是太太，就是表哥娶表妹的，所以他们有两个关系，所以他可以讲说他是我的表妹，这个也没有欺骗。好，这个就要问你们，讲一半的资料会不会是欺骗？他讲的每一句话都真的，可是他的目的是要欺骗，有没有可能？当然有可能。真的欺骗人的，他如果什么都讲假的，他骗不了人，因为被抓包。真的会骗人的，就是把真的跟假的混在一起，或是只给你一部分的真的，我们叫做误导性的真实。因为他说这是我妹妹，对不对？那埃及法老就说：“哦，安尼你就是大姑嘛，是哥哥嘛。”那我这个漂亮，我想娶来我的后宫当嫔妃的话，我当然对这个哥哥就送礼嘛。亚伯拉罕还收礼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，我不晓得啦。就是如果你是女孩子，你的先生为了保护自己把你出卖，你会觉得这个老公是好还是不好？要让妹子好。好，
应该不会觉得太好。可是这个莎拉算是很乖哦，为了保护她老公，她跟她配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不好的哈，是欺骗。那因为耶和华介入，所以这个事情才得以解除危机啊，解除危机。那所以我说亚伯拉罕是胆怯的懦夫，不大哦，不大哦，所以不是一个能够扛起责任的一个先生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去埃及就得到一些聘金嘛，那里面包括仆婢，包括早感啊，所以夏甲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啊，法老王送给亚伯拉罕的要娶那个莎拉当老婆的那些里面的，包括人啊，包括动物啊，包括金子啊，包括什么里面的一个，那这个人就亚伯拉罕也很糟糕，人家老婆还他，他应该把聘金还人家，对不对？那已经退婚应该什么的，他没有，他那个拿走，那法老不敢要，因为上帝有出面威胁那个法老，你干了，你就宰我，赶快走了就好了。哦、所以他、啊、结果这个变成问题了，因为他老婆就是不生啊，想尽办法就是不生啊，没办法，所以他老婆是老婆给他建议的。那个骗华老师亚伯拉罕建立的，那这个娶小老婆，这个是老婆建立的。老婆跟他说：“啊，上帝跟你说要给你孩子，或者给谁呀？啊，至少你的精子生的也算你的孩子嘛，虽然不是我的卵子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他们有多少人？因为老婆一直都不生，后来要求老婆要同意让他转世，你猜什么？”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是不是？我在讨小老婆的目的不是我喜欢女人，是我要帮我的家族留个后代。这个在台湾也还有这种想法嘛？哦，留后。他是讲伊啊，他对他伊多，那回报他哦。Anyway， 就是这个夏甲呢是夏甲建立的，亚伯拉罕马上同意哦。这个也是，如果你跟先生说你今天晚上去外面跟人家轰流一下。老公说好，谢谢，就马上走了。这个老婆也是觉得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怎么都当真呢？哈，他就去了。啊，结果真的下脚踝，代表老婆亚伯拉罕的精子没有问题，问题是老婆的卵子啊。因为他那一晚上那个病人就怀孕了，一怀孕呢，惨了，就瞧不起他祖母，对不对？你跟你老公那么久，底下嘎糟的生活，我才一个晚上，你看。我就有了，洗衣服留言啊，这造成他们那个问题到现在还在，那个问题就是现在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的那个仇恨还没有解决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留下来。所以亚伯拉罕即使是捅了很多篓子啊，出了很多问题啊，他听他跟老婆商量骗人，他海浪阿咧加西唱，然后他听老婆的话也海浪加西唱。后来他的后代也是很有问题，这两个都代表亚伯拉罕其实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好的先生，可是神却选这个人做我们的信心之父，神应该挑一个至少道德比较 clean 的，对不对？不要那么捞洗的。我是感谢主啊，因为主挑亚伯拉罕代表我们也可以有信心啊，信心不是只有完美的人才能够有信心的、啊，如果像亚伯拉罕都可以成为信心之父，那我们就有盼望。这样讲对吗？我们也不是太高尚嘛，我们有时候也是会有一点自私啊，有一点为了自己的面子或什么，我们也是做一点手脚啊，难免嘛，对不对？也许没有亚伯拉罕那么狠哈，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问题。可是。我觉得神把这一个不完美的人放在圣经当作信心之物，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。就是神不在意你的软弱，神在意的是你肯不肯来接受神要磨练你。结果他肯，亚伯拉罕肯啊。所以呢，这里我说诠释错误。所谓诠释错误，就是这个撒拉跟亚伯拉罕说。神跟你说要给你一个孩子，所以有可能是你的精子，不一定是我的卵子。神没有说我有孩子，是说会给你一个孩子。那既然我生不出来，我们就借故生子嘛。
啊，那个是你的孩子没有错啊，这个是一个解释，知道吗？所以亚伯兰跟撒拉对耶和华的话给予错误的解释，你可以说是善意的错误，帮耶和华解决一个难堪，因为耶和华答应给他孩子，结果搞了十年一个都生不出来，耶和华很没面子，不是吗？你们会不会做这种事？就是要想办法帮耶和华解决一些问题，就觉得啊，这个事情再下去的话，教会没面子，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，不管那个办法对不对，反正就是让教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多少会有，不要以为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，好不好？哎，他有啊，他要帮神啊。教会啊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们很多时候在护教学上面的动机都是善良的。我们为了圣经，我们为了神的话，我们跟人家辩论，我们要证明。其实我在旁边听起来，我们叫做越帮越忙，叫帮倒忙。无知的热心啊！对对对，这一点讲得很好。就是说，我们以为圣经需要我们保护，那我们就想办法去掰，知道吗？想办法去解释，然后来保护圣经。我是觉得圣经不需要我们的保护，神的话就是神的话，你就诚实说，结果我不在，安尼点得较巧。好，我不知道啊，看起来好像是矛盾，但是就是承认无知比硬说，是这样这样这样。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在现代的时代，很多神学家其实我现在看起来都有点硬掰。你看过四福音合参吗？那有一本圣经啊，把四福音那个矛盾的地方想办法都把它弄得没有矛盾，然后把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就一定要把它弄成，就是很流利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，你要保护圣经，不然这个是进城的时候一个瞎子，还是出城一个瞎子？这个地方讲进城，那讲出城。他说：“耶稣一个两个瞎子，进城第一个，那出城第一个。然后进城的时候，那个学生看到，出城另外一个学生看到，所以没有矛盾啊。这是把一个瞎子变成一两个瞎子，这样就会解决那个矛盾。这个对我来讲，就是也许是这样，也许不是。可是很清楚的，是你企图要把两个福音的不同的描述，用一种把它弄成好像合理的。这就是很明白的，就是我们希望把它合理化。”啊，这个就是所谓那个诠释错误，要把神的应许呢解释成可以，也真的生了孩子。可是神跟他说：“我讲的是这个。”那这一下亚伯拉罕就愣住了。啊，那是我的精子啊！我讲的是你的老婆的卵子跟你的精子，那个才是。啊，所以白忙一场，而且后来变成问题，司马懿变成一个要处理，因为是也惊。不能否认，所以后来就变成家庭问题了哈。这好像要帮神，结果是更帮更忙哈。这个是我看亚伯拉罕经过很多周以后，这一次他成功，可是这一个成功其实有点阴影的哈。这个以撒好不容易生出来，我想应该有十几年，以撒已经可以背产了，所以应该是有一点年岁。因为我才跟亚伯拉罕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你把你的以撒，就是独生的爱子以撒，这个神讲了三次，你的儿子，你所爱的儿子，你所爱的唯一的儿子，哇，你的儿子就够难过了，对不对？你所爱的呢，而且是唯一的，这些戏都不玩了，还我。”如果我是亚伯拉罕，我会跟神说：“你妈妈要呢，加急救，你有条会加急救哦。”这是下棋，然后没有注意到人家要吃你的将军。他说：“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，我急拉回来。”我们就加急救来输不起嘛，哦，就想要退一步，然后要保卫，不仅你已经走出去了，起手无尾大丈夫，点白，你就是输了嘛，就不认输嘛。那耶和华，你既然给我，我本来就没有孩子，对不对？那你给我，你又拿回去，那我不是又没有吗？那你以前讲的话怎么样？这里新约就给他很好的，他说亚伯拉罕相信
神答应给他孩子，就算这个孩子烧成灰，神可以从灰当中让这个孩子活过来。那个是新约的解释，就是神答应他的事情不会被人的任何的动作把他否决掉。大胆的说，神要亚伯拉罕相信神讲的话就一定会成就，不管中间遭遇什么事情。所以他就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他相信神的话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所做的行为好像跟神的应许是逆向的时候，他还敢相信。这是新约对亚伯兰的解释。那这一点我是觉得亚伯兰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啦。可是如果我是以撒呢，这个爸爸你知道100岁才生个孩子，今天跳两年对吧？哇，有一天跟他说，哎，我要去献祭坛，然后你帮我拿柴，好，可以帮爸爸拿柴。然后爸爸就拿着刀，拿着火，然后以撒就扛着柴，两个人走到山上。他也知道爸爸会献祭，然后走到一半，以撒说：“哎，爸爸，你有一点老年痴呆，刀也有，火也有，柴我扛着，还羊呢？你献祭要有羊啊，那你忘了带羊，那你怎么献祭？”亚伯兰能够跟他说吗？耶和华要我献你，讲不出来。他讲一句很暧昧的话，在耶和华的山，耶和华会预备。其实就是他儿子。那以撒在圣经没有留下什么，到山上的时候，亚伯兰一转身，以撒把柴放好，就把以撒放起来，放到柴上，以撒就知道拜啊。刀拿起来就要杀下去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：“这顿饭的够了，我要的不是你杀他，我要知道是你把他看得比我重还没有。”哇，这个很狠啊！有没有听过那个问那个先生说：“如果妈妈跟老婆都掉到水里，你救哪一个？”有没有？你玩过那个游戏吗？有很多答案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要知道你比较爱妈妈还是比较爱老婆，你懂那个意思吗？其实耶和华跟亚伯兰这个考试也是一样，你比较爱你的孩子还是爱我？这里就很清楚的，你有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？你会不会把神的祝福拿来变得比祝福的神更重要？一个是给你以撒的那个神，一个是神给你的以撒，都是神做的，对不对？以撒也是神给的嘛。那神要亚伯兰逼他去表态，这是亚伯兰对的。以上你给我的，所以现在约伯他讲说，耶和华赏赐，耶和华收取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你在了解那句话吗？说你给我，你拿回去 ，OK， 本来就是你的嘛，不然我都比谁嘛，对不？所以 OK， 哎，讲这句话不简单哎。你有没有跟孩子玩那个游戏？从外面买一盒饼干，这个孩子，孩子，爸爸饼干给你，好，他拿去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爸爸要吃一片，这股话是你给我的，我只要吃一片，这是我的，我不给你，我要自己吃。有没有看到那个小朋友？你给我就是我的，知道吗？好，神给你是不是你的？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常常认为是神给我的礼物，既然给我就是我的，那个不同。神给我跟神托我是两码。当耶和华把这个世界给亚当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出来了。亚当就解释说，好，你把这个地球给我，我就是老大，我要怎么玩是我决定，造成后来这个世界的悲惨。一直到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一篇小文章批评基督教，说今天世界这么惨都是基督教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把人当作世界的主宰，所以就是予取予求。那篇文章引起基督教最很大的反思，那个反思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并没有拥有这个世界，我们是被托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换句话讲，
上帝的主权还在，并不是把那个完全给你。意思就是说，老板把公司给你经营，可是老板还是老板，你只是总经理，这样懂吗？每一年你要跟董事长报告说你今年做的什么样，公司怎么样，员工有没有增加或是减少，你还是有回报的这个责任，所有权还是董事会的，不是总经理的。虽然全部都是你在管理，这种观念就把那个字改变，本来叫 Dominion 就是圣经讲的管理，后来就叫做 Steward， 叫做管家。到新约就不再讲 Dominion， 就讲 Steward， 就是管家。管家就是老二，不是老大，就是还有一个老大。换算讲，神给我是托我，不是给我，所有权还在神手里。可是在我活的时候，我可以任意用，可是我每一个使用在神面前必须交代。不是啊，说还要再归还啊。当然迟早要归还，但是你不只要归还，你还要交代。那所以呢，这个管家的观念现在就被接受，这个就引起目前我们所谓的生态神学是从这里来的。目前最夯的就是我们对这个宇宙所有的生物有责任，不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这个无穷发展让人类的经济生活不断的上升，现在已经不流行了，而且不止基督教这样子，全世界都一样认为你必须要考虑生态的有序经营。如果你做的任何事情不能让生态有序经营，那个事情赚了太多钱都不可以做。这个就是台湾为什么保利龙就不能用。科技可以改变这个环境，不是不可以做，但是我们所有的改变我们必须要考量长期的影响，而且要考量对所有现在世界的生物的影响。你不能够只有考量经济，那过去我们人类很长的时间就是考量经济发展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做，那现在觉得不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，就是把以撒献给上帝，代表以撒是上帝的，不是亚伯拉罕的。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神暂时托给你讲习，你讲什么？我曾经在和平讲一系列的讲章，就用管家的文，包括你的健康，包括你的财富，包括你的休闲，包括你的子女，包括你的婚姻，其实都是上帝托给你，到最后那一天你都要交代。上帝会问你，我托一下这阿里亚玛尼，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使用，那你好好的尽这个责任，那有一天必须交出去的。你赚再多的钱到最后还是交出去，是别人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用？你怎么用呢？孩子也是一样，有一天你的孩子是别人的，是他的配偶的，看懂吗？很多父母不能接受这个，所以都把孩子的配偶当成那个死仇，那个死对头，掌控，就是说，那个妖精，你听到没有？弄嘛，那个妖是为妖精，我囝本来多乖的吼，搞那个做朋友了，哦，我去，我唔听话吼。哦，起码不我看饿，所以就问他儿子说：“如果两个都掉在水里，你要先救哪个？”那个问题就出来了。那种这是我的囝，我疼命命，我自细汉我捏西捏尿捏大汉的。这个查某人无做啥物代志，起码就我惊你规划放弃，我怎么受得了？我怎么可以这一口气，怎么可以吞下去？所以很多华人这边的婚姻家庭问题是，没有办法接受孩子不是你的，孩子是暂时。那这个暂时就代表什么呢？
你要跟孩子培养关系呢，也有限。你不讲啊，细汉的时候，我得到处在出社会较无钱吼，所以爸爸无钱来甲你送，较大我才甲你送，没有啊。那个巧克力嘛，我想那个有一首歌，就是小孩子生出来嘴巴含着金汤匙，然后小孩子就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跟我玩球。”爸爸说：“我要出差，以后我就跟你玩。”爸爸就坐飞机去出差了。小孩子长大一点，在学校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可以到学校了。”爸爸很忙啊，公司很多事情，以后我就可以。然后小孩子越来越大，每一次爸爸都说很忙，为了你的将来，我必须努力的工作赚钱。等到小孩子大学以后，爸爸老了快退休了，就跟孩子说：“孩子，我想跟你聊天。”孩子跟爸爸说：“我现在很忙，我要交女朋友，我要读书。”那小孩子结婚呢？那个爸爸说：“你有空来讲话吗？”他说：“有，我的孩子感冒的，孩子感冒好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你，我很想跟你一起，可是实在是我事情太多了。”然后最后那个唱歌人就是说：“我的孩子真想我。”那是一首歌，很有意思。我们没有时间跟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的在一起，那这个时间是有限的，是回不来的。其实我今天在张基跟他们讲的时候，我是讲到幸福学。幸福学是现在全世界最夯的心理学，包括哈佛，包括耶鲁，一开课就是全校四分之一三的学生都去修那个课，那个也不是必修，那个是选修课，代表现在的人很在意。然后我们在准备这个题目，这个过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开了公司，他请那个大陆的那些什么主管回来讲过一点。然后他觉得说花那么多钱只有吃吃一顿饭不可惜，就起码说你还跟他们讲几句话。去年我就讲那个 Houston 大学那个教授讲的 vulnerability 就是脆弱性，他们觉得很好。今年讲跟他们在讲幸福学，结果我最后我跟他们透露，我读到的是贾伯斯的女儿写的一本书。那本书就是说他从小从来没有得到贾伯斯的爱，他已经40岁了，贾伯斯那个胰脏癌过世，他后来把他整个暴露出来。为什么这样知道吗？因为贾伯斯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爱，他的父母生他的时候两个人都还是学生，研究所的学生，我不晓得是博士还是硕士，所以弄个打车不要让姐姐给他，所以出生就把他送给别人领养，没有把他堕胎，就是把他生下来送给别人领养。所以他从小是在养父母家里长大。这个领养有一个故事，他的父母爱这个小孩是不能带，所以送给香港一下。他有一个条件，养父养母必须大学毕业，他怕给那个不读册啊，未来不读册不老的，这个是对的，他要求要这样。结果不顺，就是他到社会机构的时候，他的条件是找不到父母是大学的要领养这个孩子，到最后有一个是高中的做工的，哎，然后现在他填那个申请书时，他就说这个不行，我的孩子一定要给大学毕业的，因为我的孩子一定要念大学，他接照顾老人啦。后来这对工人很想养小孩，就答应他说不管如何我会让这个孩子念大学，他妈妈才签了字同意。所以贾伯斯是在父母的带领下面长大，后来真的考上大学。可是你知道大学学费很贵，他父母几乎把所有的退休金帮他缴大学学费，可是他觉得大学浪费他的生命，因为教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，他一点都没有兴趣，所以他念一学期他就休学，他不念，所以他没有大学毕业，他没有文凭，他只有念一学期。然后他有趣的就是那个上面叫什么艺术纸 calligraphy，